泰迪发烧有什么症状？泰迪发烧有什么症状？所有的一个小狗小猫它发烧的时候都一定会表现出些许的一些不同，比如发烧的时候最容易看见的就是精神的萎靡，不那么活跃了，喜卧喜睡，不愿意走动。这个时候发烧的时候又会影响到味觉，那这个时候胃口很差，它不愿意去吃东西，一点食欲都没有，甚至拿最好吃的东西只能少尝一两口，甚至是一点都不吃。这个可能是通过平常行为最容易看出来的。那么发烧还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比如舌头或者牙龈这些可视黏膜特别的潮红，红彤彤的，然后以及摸耳片或者是大腿根处特别的烫，这个时候都是发烧的表现。甚至在他们排尿过程中发现小便非常少以及尿而黄，那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发烧的一些临床症状。发烧只是一个症状，它有可能预示着很多的疾病。看到发烧这样的问题，及时寻医问诊，有可能在先期早做处理，早做解决。小贴士：泰迪发烧时精神会萎靡，不愿意走动，胃口差，不爱吃饭。发烧时舌头或者牙龈会比较红，大腿根和耳朵特别烫，尿液发黄，这些都是发烧的症状。